蓝蓝的泡包袱重出江湖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你可能名气不是很大，对吗？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吗，老铁？你得记住这句话呀。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我是那个铁，就很气。你至少现在唠一个捧哏巨匠，巨匠啊，说什么都不听啊！你我唠什么了？靳鹤兰啊！我现在就唠个靳鹤兰，还好多人不认识那个靳，谁一见我都是勒鹤男啊！要不就姓乐，要不就姓勒。就这个姓听着就这么上不来气。人家你看看人逗哏的，在舞台上嘛都主导力量，天天很开心。你看看我，你不也很开心吗？哇啦哇哇啦哇的。我这是强颜欢笑，你起码强颜还有欢笑，到强颜连欢笑都没有的时候，你真的很可怜。